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句解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69年讲述于美国金山圣寺。多了，你听听这个声啊，多了就很厉害。这是啊，梵语，多了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就是坚固力，这个力量啊，特别的坚固。没有能可以破坏的，这个坚固力就是能摧伏一切的天魔外道，降服一切的天魔外道。这句咒这是啊，这个金刚杵手，就是宝杵手。这个宝杵手啊，是能摧伏一切的怨魔的，所以呢，就叫坚固力。吸力，就吸力，也是梵语。梵语过来呀，有三种的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就是勇猛。很勇猛，好像作战呢，只有胜不能败，勇猛。第二呢，殊胜，特别殊胜，也就是啊，只有胜利，不很特别的，只有胜利，不可以失败。所以我叫我的这个弟子到任何地方，只有胜利，不可以失败的，因为失败就不要回来见我。这那没有用的人，那有什么意思？这么广东话叫水皮，那水的皮呀，这个是很软的，叫真水皮啊。水皮呀，就那个水的皮子，你看一按它就没有一点力量都没有，这叫水皮。北方说叫草包啊，像那个草啊，装米那个包啊，草包也是不结实，没有不坚固，这也没有什么用。所以啊，以后你们记得，谁愿意给我做徒弟，到处都要胜利，就像那个金刚杵似的，你们坚固力啊，要胜利，不要那么水皮呀、那么草包的。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吉祥啊，因为你勇猛才能胜利。你胜利才能吉祥，所以啊，这气里这何等手，这何等手啊，可以见到十方诸佛也，也可以令一切鬼神、龙、蛇、虎、狼、狮子、人及非人恭敬爱。那么，但是啊，要胜利，要吉祥，要有一个勇猛性。不是口讲的，这一定呢要这样去做。苏鲁，这是啊，也是翻译过来叫什么？是甘露水。所以这个手眼呢，苏鲁就是甘露手啊，甘露手眼。你这甘露水呀、也有很大的用处，以前讲过，现在不必讲的太多了。这甘露水呢，就是能令一切的恶鬼得到饱满，得到如意，得到吉祥，得到没有饥渴，有种种的这好处。又叫嘛不死药，就是这个甘露水呢，也叫不死药。你说喝了这甘露水，这死的人呢都可以不死了。
但是你不容易得到，你要是得到甘露水，这个人死了可以，也可以不死。脱皮，皮，脱皮，皮，这两句咒啊，意思就是脚道和脚心。脚就是脚物的那个脚，道是修道的道，脚心就是啊人心的心。因为你想要得到脚道，必须要先有这个脚物的心。你要没有这个脚物的心，就不会修这个脚物的道。这两句咒也梵语，所以啊咱们能修道的人，先要有这个真正觉悟的心，然后才能修成这觉悟的道。这两句咒啊是这个不退金轮收养，这不退金轮啊就是啊这个菩提心永不退，永不退转。从这个现在开始，乃至于到成佛的时候，所发的菩提心呢，一天比一天精进，永远也不会退转。这个菩提心不退转，所以啊，你就很快会成就佛果。如果你菩提心退了，退是菩提心，那就啊慢一点成佛。好像我们人学佛法应该呀、一天比一天呢精进，一天比一天呢发大菩提心，不应该呀退是菩提心。好像常常到啊佛堂来听经，要听这个经啊做难遭难遇的想。什么叫难遭难遇的想呢？就是啊这个法会不容易遇到。你看着我们这个法会啊是很简单的，可是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找啊像我们这个精进的法会，天天来讲经，天天说法，好像那个长江里的水呀、天天这么流不停息啊，可以说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能遇到这样的法会，我们无论如何在忙里偷闲也要来听经闻法。这个听经啊要啊每一个人讲经都来随喜道场护持道场，咱们每一天晚间都有讲经的，所以每一天晚间呢都应该来啊护持这个法会。不要分别说啊今天晚间是某某人讲啊，他讲的不太好，我不去听去，不要有这种心。你听久而久之啊，无论谁讲，他讲的都会有真理的，都有所发明。所以呢如果要有时间的就应该啊随喜法会啊，不要懒惰。因为这个法门呢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现在遇到了就应该呀勇猛精进。你勇猛精进，这就是啊不退是菩提心。你能不退有三种不退，你畏不退，念不退，恨不退。畏不退你要已经证果了，就不会退堕到凡夫上，
你要证得菩萨果啊，就不会退堕到罗汉，你证得佛果就不会再退到这个菩萨的果位。除非你自己欢喜，就是啊，我证得佛果，我再啊去现这个比丘身来教化众生，这是可以。念不退，念不退啊，好像我们这个人啊，你学佛法有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我不修行，我不去听经了，这就是念退了啊。我不欢喜到庙上来了，不欢喜到佛堂去，这就是念退了。念退了，魔障就会生出来，那个魔呀就欢喜你退。那么你要是念不退，就是啊听佛法越听越欢喜听，越欢喜听呢越听，这念不退。念不退就要恨不退，恨就是修行，这修行呢一天比一天的进步，一天比一天的用功，勇猛精进，发大勇猛心来呀修道，这是恨不退。你修行呢也不退，你修这个不退金轮手，由今生啊乃至于成佛，你这个菩提心呢永远的不退，必须要你去修行。咱们这是啊这个菩提叶，菩提叶这两句咒啊，就是这个不退金轮的手呀。在昨天讲那个恶拉山呢，那个我讲说是顶上化佛手，这是错了，因为那就是叫一个化佛手，不没有顶上两个字，所以呀、你们个人把它记录要有顶上两个字，应该把它擦去的，因为顶上化佛手还没有讲到呢。因为我讲这个大悲咒啊，也没有笔记，就凭着这个脑力记的，有的时候呢或者着急想讲这个手眼呢就讲到那个手眼上去了，也变成了有变化了。咱们幸而昨天还这个果意他完了告诉你，我当时呢因为我也记得有一个顶上化佛手，这也是化佛手，就加上了顶上两个字。咱们恶拉森呢，那个手眼呢，就是化佛手眼，不叫啊，化佛，不叫这个顶上化佛手。菩陀耶，菩陀耶，菩陀耶，菩陀耶。那个菩提叶和菩陀叶就差一个字，中间就差一个陀字。然后这个梵语翻译过来呀、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知者，知就知道的知，又叫觉者，觉就是觉悟的觉。前边呢那是觉道觉心，这个呢是知者觉者，是啊，知就真正的知就是智慧，觉就是觉悟。有真正智慧的人和这个觉悟的人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梵语啊翻译过来就是知者觉者。那么这个手眼是什么呢？这才要轮到这个顶上化佛手眼了啊，顶上化佛手眼。那么在这个顶上化佛手，这个化佛就是个觉者啊。你这个修化佛手眼这一位菩萨，这个菩萨修化佛手眼的，这就是个知者，知者和觉者。知和觉相差本来不太多，知啊就是仅仅知道，
觉啊，就是已经觉悟了，就是知道之后的事情了。那么这个知呢，是觉悟的前边的一个阶级。所以啊，在你顶上能化佛，有这种手眼成就了，那么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，也就是啊一个觉悟者。这个修这个佛手眼呢，你可以啊得到十方的一切诸佛速来摩顶受记，来摩顶受记。咱们人呢，在修道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，你回转念佛，或者是啊持咒，或者修禅定的功夫，有的时候啊在这个头上啊，就觉得好像啊有那个有一种东西在头上呢，行走一样，又好像呢有虫子在头上呢，怎么爬来爬去的样子？觉得这个头顶上呢，总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有东西在上边。你用手一摸，它还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啊。十方诸佛来给你摩顶，来给你摩顶受记。不过他给你受记呀，你没有得到这个天耳通，你听不见；你没有得到天眼通，你也看不见。但是十方诸佛呢，他是尽他自己的心，他来给你摩顶受记。所以要有这种的情形啊，是你修行的一种感应，但是不要生欢喜心，也不要生一种骄傲的心，不要心思一位啊，这佛来给我摩顶来了，佛来加持我了，加持就是用手来给你摩顶，这也叫加持啊。你有所欢喜心，有所骄傲心，这都是一种指招了，一种指招就。虽然说是好的境界，但是也会变成不好了。就好像楞严经上啊，那种种的境界，本来是你修行的感应，但是你要是一味你得的好境界了，这就即如群邪了，就招魔障了。所以呢，修这种法啊，就是要什么呢？就要如如不动。你无论是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，你善的境界恶的境界都不动，你要这不动啊，有不动，这就是定力。你有定力了，然后就会生出真正的慧力，是生出真正的慧力，你就是知者，你就是一个觉者，离地立业，离地立业。这一句再问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啊，叫什么呢？叫正量，正就是正当的正，量就是数量的量。又有一个意思叫大量，大量呢就是很多的，数目很多。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叫大慈悲心。这个慈悲心什么叫大呢？因为它没有边际，所以啊就为之大。这种大慈悲心是啊保护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呢各得安稳快乐，没有一切的苦。
恐怖和灾难。这一个首演呢，就是这个西藏首演。这西藏上边呢，有这个山谷，有九个这个环，环呢就是那个圈。那么这种东西呢，一走路，出家人在以前呢就带着这个锡杖，一走路啊，把这个锡杖一动弹，它就有声音。有一种声音呢，就是预备给这个在地下这种畜生呢一个智慧。那么他听见这个声音呢，他就跑了，你脚啊踩不死他，所以他叫西藏首演。这种西藏在佛教里头啊是一个宝贝，是一种法宝。你看那个地藏菩萨常常啊拿着这个锡杖，他用那个锡杖啊就可以把地狱门开开，是开地狱门的一条啊钥匙。所以呢修这个手眼能可以啊养成你的大慈悲心，来救护一切众生。挪拉紧持，这挪拉紧持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叫贤爱贤守。贤就是圣贤的那个贤，爱就是慈爱的这个爱，贤守也叫啊这个贤也是圣贤的贤，守就是啊为首的首，首领的首。那么言其啊，他是为圣贤之首，圣贤呢贤文里头他是头一个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又啊有一个意思叫善护，善顶，善就是善恶的善，护就是保护的护。善顶，顶啊就是这个顶上画佛手这个顶。原题啊，善能护念一切众生，善能啊度脱众生啊到这个最高的这种果位。那么这个首演叫什么首演呢？叫这个宝瓶首演，这又是那个净瓶首演，又叫湖瓶啊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甘露首演，那个甘露水的那个瓶，那个净瓶啊。这个净瓶啊可以去世间上的一切的污秽，因为他去一切的污秽，就包括能把一切众生的病痛也都给解除了，所以叫些善护善顶啊。那么修这一个首演的这位菩萨，他能啊善于护念一切众生，所以啊要修成了这个宝瓶手啊，也可以啊帮助一切众生，解除众生的这一切的灾难。地利采弥罗，地利采弥罗，这一句咒啊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坚利，坚就是坚固的坚，利
就是锋利的利，就非常快。又发音啊，成一个剑，剑就是宝剑的剑，非常的锋利的一把宝剑，这个叫宝。那么这个手眼呢，就是宝剑手眼。这个宝剑手眼有什么用处呢？以前我教过你们这个四十二手，那时候说过，这一把宝剑手啊，这宝剑手眼，对吧？能降服一切的离昧魍魉、鬼神的。你把这一个手眼修成功了，所有的天魔外道啊、离昧魍魉啊，他们就都老实了，因为他怕你这一把宝剑，所以啊，这一个手眼是很厉害的，他能啊摧毁一切天魔外道，降服一切天魔外道。无论哪一个天魔外道啊，他要不听你的教化，你就可以用这一把宝剑呢把它斩了的。所以啊，这是很厉害的地理产业哦。波叶摩挪，这个波叶摩挪也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啊，这个意思有很多个意思。第一就是名文，名就是姓名的这个名，文呢就是听闻的闻，如是我闻那个闻。因为他这个名啊，名称，他这个名啊，可以啊十方世界都闻到，都听到，都知道他这个名字。又叫有一个意思叫喜成，喜就是欢喜的喜，称就是称赞的称。因为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呀，他欢喜称赞呢你这个名字，叫成名。又有一个意思叫成名，成啊，这个成是成就的成，成就啊，什么呢？成就你这个名。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叫一切意成就，一切意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，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成就。这个手眼叫什么手眼呢？叫这个宝剑手眼。这个剑呢，不是这个什么剑，这个剑，是这个射的剑，这个剑是这个剑啊。你修这种手眼，可以啊，用你一切的善友，你一切的善的朋友，很快啊就遇到。所以这是啊，这个宝剑手眼。娑婆河，这娑婆河啊是很要紧的。你看大悲咒上有14个娑婆河啊，这每一个娑婆河都有6种意思，6个意思。所以你记得呀，这6个意思，无论你在任何的咒上，都是啊有娑婆河就有这个六种意思。这6种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成就，你念这个咒，所有一切的所求所希望的事情都会成就。那么说不成就，不成就是你没有诚心，你要有诚心就会有成就。
啊，也是你没有信心，你对这个咒啊里边稍微有一点点不信心，将信将疑的，他就不会成就。你必须要有真信心，就会有成就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是啊，吉祥。你诵这个咒，一切不吉祥的事情都会吉祥。但是你也要必须要有真信心，你要没有信心，也不会啊吉祥的。你那个诵咒的时候，你信不信？这菩萨是知道的，啊，你有真信心，你有一半一半的信心，你有啊少一半的信心，多一半的不信心，这菩萨都知道。所以啊，你想得到这种成就，必须要有信心；你想吉祥，也必须要有信心。你求一件什么事情，比如啊，我想我父亲有病，我想啊，希望我父亲病好，我送一个咒。但是你要有真信心，送了他才有感应。或者啊，说是啊，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很久也没有见了，我希望啊见我这个好朋友。你送这个咒啊，有信心也就会啊很快见面了。或者说是我没有一个好朋友，我想希望有一个好朋友，那么你也有要有信心，有信心呢，诵持这个咒，诵长了，也就会得到一个好的朋友。甚至于啊，你想要得到一个善知识，也会成就的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圆寂。这圆就是圆满的圆。寂就是啊，这个寂灭的寂，啊，是长寂光这个寂。这个圆寂本来啊，在这个比丘啊、往生啊、涅槃的时候，这都叫圆寂。这个涅槃呢，也叫圆寂。按这个圆寂啊，并不是说死了那么哦。那要死了，我念念这个咒就念死了，那我念这有什么意思啊？人人都是不愿意死的，我知道啊，所以念这个咒就念死了，就娑婆诃娑婆诃啊，圆寂了，圆寂就死了。不是的，这个圆寂啊是功无不圆，你的功啊是圆满，德无不济，那个德性啊啊，也到极点了，也是你那种德性啊，是没有一般人呢所可知道的，只有菩萨佛啊知道你这种德行，这圆寂了。还有一个意思啊，这第四个意思了，叫什么呢？叫喜哉，喜。就是休息那个喜，灾就是灾难的灾啊，这个灾难休息了，灾难休息就是没有灾难的，第四个意思啊。第五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增益，增益，增就增加那个增，益就是利益的益啊，增加你的利益。你念这个娑婆诃啊，你这个利益就增加了啊，就对你有啊特别的利益，特别的好处。这第五个意思。第六个意思啊，我相信没有人知道啊，如果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。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？因为这娑婆诃以前没有讲过，
现在是开始讲这个娑婆诃。第六个意思叫我都给你们讲过，不过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可以用得着这个，叫什么呢？叫无住，就是金刚经上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无住，无所着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个住，无所着住。那无所着住啊，什么叫无所着住啊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什么也不着住了。什么不着住，就是怎么样都可以，这是一种无为法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无住也就是无为，无为也就是无住。可是无住生心，生心又要无住，无所着住。这个娑婆诃这六种的意思，第六就是无住，无住什么呢？不要住到那个烦恼的地方，不要住到那个无明的地方，不要住到那个贪心上，不要住到那个嗔心上，不要住到那个痴心上，不要住到那个慢心上，不要住到那个疑心上。对，无住，无住啊，就是叫你要是有这种心呢，就赶快把它降服了它。降服就是无住，用什么降服呢？就用方才所讲这个宝剑手眼。这个宝剑手眼呢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你说你有贪心吗？我把你这个贪心给你杀了它。有这个嗔心的魔吗？我把那个嗔心魔给你斩了。有这个痴心的魔，我把痴心的魔给你剁碎了。用这个金刚王的宝剑，也就是那个智慧剑，把这些个天魔外道都给降服了。你降服天魔外道，先要降服你自己的妄想，你要把自己的妄想降服了，外边呢天魔外道也都降服了。你自己要没有妄想，外边天魔外道也不会来的，他就来他也没有办法的。这是娑婆诃的六义，以下这所有的娑婆诃都有这六种的意思。陀耶娑婆诃，摩诃悉陀耶娑婆诃。这两句呢也都是梵语，翻译过来这个意思，陀一个悉陀耶，就是成就定极。第二个意思成办，第三个意思又叫成立，第四个意思成一切意，一切意成。第五个意思所共成赞，这一个系统也要证明。什么叫可成就顿极呢？咱们借着这个道的力量，能成就一切所欢喜的事情。你欢喜什么，即可就会得到。说那我也念这个大悲咒了，我怎么没有即可得到呢？这个念呢，只要功夫相应了，你的功夫没有相应，所以就没有成就。要是相应了，你所求入欲，所愿即行，所以这叫成就顿极。一个成办，成办呢，这办也就是办事的办。你做什么事情，
这个事情呢就会得到圆满的结果，那就成判。又叫成立，是成就你的利益。第四是一切欲成，这一切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。嗯，第五意思啊，是一般人所共赞叹，大家都来赞叹。你说你好，这是啊，这个续陀业所破合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摩诃须陀夜娑婆诃，摩诃我们都知道了，是大。这个这句咒的意思啊，就是啊，你能啊成就种种大的事业，你能成就种种大的功德，你能成就种种大的道业，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成就的非常之大，所以叫摩诃须陀夜娑婆诃。这两句咒语合起来，这叫啊宝经首演。宝经这是一部啊宝贵的经典，也就是法宝。你修这种的宝经首演，那么所得到的利益啊，是啊，就是无穷无尽的。这个宝经首演就在那个四十二首演里边呢，它是第37首演，第37。你修这个宝经首演，将来你的智慧、你的记忆力是特别强，所谓能博闻强记。咱们这个记忆力怎么这么差呢？啊，离了这个拐杖啊，就不能行走。意思就是说的，书上的东西，咱们读了之后啊，就记不清楚。以后如果用这个这种学问的时候，还要啊这个书上来查。啊，也就是啊要看看这个笔记，然后才能想起来昨天所讲的什么。为什么你记忆力这么不好呢？就因为你没有修过宝经首演。你要能修，你要修宝经首演，就能博闻强记。啊，博闻，博就是广博，闻就是听闻，也就是多闻。恶难不是多闻第一啊，相信恶难尊者对这个宝经首演一定在过去啊无量劫他修的很圆满，所以一粒耳根永远也不忘。甚至没有粒耳根啊，他都可以啊想起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恶难呢真的是佛成佛那一天他生的，所以佛在20年以前的所说的这个法，恶难尊者都没有听见。恶难尊者是20岁出家，你在这个没出家以前的20年的佛所说的法呀，恶难尊者是没有听过。为什么恶难尊者解气经藏由一开始
佛所说法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经典都是若男尊者他来解记呢？也就因为若男尊者呀，在诸大弟子啊这个方面听来呀，这个经典，释迦牟尼佛以前呢他讲过什么什么经典，所以若男尊者他一听就记住啊。那么回者呀，有了诸大弟子没有说的，那么佛呀又亲身呢为恶难尊者又说了一遍，所以恶难尊者呀对佛所说的经典他能够完全记得。他所以能记得的原因是因为啊他对这个宝经手养一定是修得很圆满，他有这样的记忆力啊。有的人问说是啊怎么样才能有记忆力，你就是要修宝经手眼，要修宝经手眼就会有记忆力，就会啊有多闻的这种的能力了。咱们谁哪一个呀对这个经典呢记得很清楚，这大家啊对这个宝经手眼都有因缘，所以这合起来呢这两句咒文呢就是宝经手。那么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合起来，那么是宝经手眼。在这个图呢，这是这个放光菩萨手里拿着一个持持着发啊，你看这放光菩萨是全身都放大光的，这个放光啊也就表示你开大智慧，你记忆力啊强，多闻广晓这种的功能。系统余力，系统余力，十盼拉也要复合。我这个本子上没有这十盼拉也要复合，是这几天丢没有，没有是不知有没有。系统系统繁衍力，系托方当成就力，成就力单单系托两字，一意一意人翻译和一文也叫虚空，十盼拉也许攀拉也，这是翻译成四大。这个手眼呢啊月福手，这个月福手眼呢是在第十六把手眼。这个手眼呢你修这种手眼不受啊王法的来拘束，能一切时一切处啊要离开观那，观那就是政府啊他不管你。这一句咒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在你这个自性啊的离体上面自在成就一切功德，所以呢他能离开一切的观呐。娑婆诃，摩拉紧持娑婆诃，
这个罗拉锦旗翻译成爱护，就是啊，能力于啊爱护一切众生啊，所以也就是啊一种慈悲的意思。这些啊，罗拉锦旗这一句啊，这是那个宝瓶手，宝瓶手。这是梵语，这个摩拉呢，翻译过来就叫夜翼；摩拉呢，就是经上最尊最上的，这是呢那个经所守的。这个经所守也，一切不安呢，可以能令你得到安乐。什么是不安呢？好像有病了，或者有什么不吉祥啊，有什么障碍呢？所以有一些人是不安。这个经所守啊，有很大的用处，在佛教里叫经所守也，在道教里这叫捆天绳，这是一条五彩用五彩线呢做的这么一条绳子。这条绳子呢，你修成了这种手眼，你把这条绳往出一放，有妖魔鬼怪啊，离眉魍魉啊，就给它捆住了，捆住它就跑不了，也不能走了，就给它绑住了。他就不能走了，他走不了了，那么他就要向你投降了。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妙法呢？妙法就是你看的很普通的，但是它的妙处啊就是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这个罗拉罗拉这个是经所守的，这娑婆诃呢都是和以前的意思一样的。信无生恶莫缺业，娑婆诃。信无生恶莫缺业，是梵语。翻译这一句咒的意思，分开。这个信无生。本来这个字是个拉字，一般人呢要读细拉声，这是啊错误。依照啊大藏经里边的音译，应该啊读这个细如声，细如声。这个意思呢就是成就爱护，爱护一切众生。恶目缺业，这是翻译的意思，不空不舍。不空就是有，可是这个有呢是个妙有。不舍也就是啊不舍一法，不舍一法而要啊小喜一切法。所以说啊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真如理上无力一尘，
这是啊，这个意思。最后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？叫爱众和合，爱护一切众生，互相的和合，这是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手眼呢，就是这个月府手眼。昨天讲这个细陀余意，那是啊，这个宝匣手眼。这个细鲁僧若母持印，这才是月府手眼。这个月府手眼能可以啊，免离一切的观难。你修这种法，没有一切的牢狱之灾。牢狱之灾就是啊，犯法去做监狱的。那么说，修这种法是不是犯法也不会去做监狱？不是，根本你就不会犯法，因为你修这种法，你明白佛法了，你怎么会犯法呢？所以你既然不犯法，当然就没有观难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不犯法也有观难，那就是因为啊，没有修月府手眼。细鲁僧若母学业多破合。